情绪闹了一天，对自己说抱歉，镜子里的谎言怎么才能圆？走了一圈的时间，烦恼又绕上心间，别说有人自扰的时间，怪自己少了前世没有的伤痛。哦，这感觉要多久才能停？这一生的运气能否透支消费？走不出的路口，我到底怎么了？我到底怎么了？从不拘束的我变得这么胆怯失败又懦弱，怎么了？我到底怎么了？爱就爱到疯掉，没力气也要疼到最后。没